对于生存在我这个时代的人来说，荒诞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，像是君父强娶心腹，臣下刺杀王上，宁臣残害忠良，多到都不能够得上荒诞标准的时候，弑君弑父好像就没那么令人啧啧称奇了。在天子朝堂，诸侯们毕竟只是诸侯。我知道你们管我们这个时代叫做战国。康公十九年，知府采邑中的一簇剑光，划开了这纷乱舞台的帷幕。妹妹，快醒过来！阿慈，父亲气息奄奄，恐怕时日无多了。你要是再不去看他，会留下终身遗憾的。可是父亲今天就要把你嫁出去了，吾儿从不出嫁，父亲他……傻妹妹，这是约定好的日子，凭你我之力能改变什么呢？我不甘心。快去大殿吧，我在那里等你。王姬请留步，大王身体不适，需静养，如今不见任何人。大胆，是谁的命令竟敢阻我见父王？王姬请息怒，天侯这一切也是为了吴王。天侯这是要造反吗？天侯有令，还请王姬大人不要为难我等。我倒要看看你们敢如何拦我。不可能，我竟然杀了父亲。
子，我做了什么？我该怎么办？阿紫已经被田师带走，好在双剑还在我身上。哎，里面怎么那么乱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啊，是王姬大人。住口！不许叫我的名字。你手上捧着的，哼，这也是父亲的东西。父亲要带进坟墓里的宝贝禅意。王姬大人，您可不能啊！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吗？王姬大人带走了王上的陪葬品。是活人的怪物，怎么会是父亲呢？这一定是田氏搞的鬼，我去找他说个明白。傻孩子，他们现在已经把你当做了弑君的罪人，你快走吧。不，我要阿紫和我一起离开这里。父亲要我嫁给田侯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就从这口顶去往屋顶处，那里没有什么看守，应该能很快逃脱。记住，活着，活下去才能找出真相。射箭！屋顶上的逃犯，不管是谁，不准给我留活口！求求你，放过他吧，我跟你走。